我去搵 Mont Blanc 啊 ，Mont Blanc 有7个嘅 challenge 搵紧我啊。嗱，据我所知咧，个 challenge 应该系喺呢度。啊，呢7个嘅 challenge 咧，其实就系尖沙咀1881 Mont Blanc 专门店。继续啊！到咗啦，呢、這個 challenge 咧，其實就喺尖沙咀 Mont Blanc 1881嘅專門店啦，就變咗一個好似啊，好似一個雪山咁嘅地方啦，有型啦，有任何嘅一啲嘅活動啦，同時地咧就有7个嘅 game 可以，同埋咧，如果你影咗相之後擺喺自己嘅 Instagram 嘅 account 嗰度，最多 like 嘅咧，聽講都有獎嘅喎。我嗱呢個新錶嘅發布會咧好特別嘅喎，真係坐喺個 base camp 裏面咧，就去講解新錶同埋講解今次嗰個 game 嘅玩法。今次的布置真的不簡單的喎，個人嚟講咧，我見過最勁、最犀利的布置啦，包括 base camp 裏面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好 selfie 嘅地方嚟噶。除咗玩 base camp 啊、玩行山啊、玩呢啲 game 之外咧，其實今次咧仲嚟咗幾隻嘅古董錶 ，Mont Blanc Minerva 嘅作品，難得一見。啊 ，Mont Blanc 呢個挑戰7大山峰嘅活動咧，就由14號至到16號，上午11時至下午8時。在廣東道 Heritage 1881的 Mont Blanc 專門店舉行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這個網址登記了先。